日前2005年超级女生总冠军李宇春来到北京大学参加代言活动，因为得知李宇春的到来，活动还没有开始，现场就聚集了大量的同学。当李宇春出现在舞台上的时候，现场更是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。可见超级女生的比赛虽然结束，但李宇春仍然是保持了超高的人气。舞台上的李宇春依旧是一副酷酷的样子，说话不多，但是她那标志性的笑容始终挂在脸上。在玉米们的欢呼声中，李宇春演唱了两首歌曲，现场气氛相当火爆。娱乐无极限北京站记者小武彭威报道。